啲粉丝叫我拍下呢个风球过后，吓睇下啲又话几大几大啲风系嘛，咁啊睇一睇咧啲树有冇冧啊，帮各位睇翻啲台风之后第一现场，冇咩事啲现场啊 ，OK。冇事啊，呢啲一线海景嘅装咗窗完全都冇事吓、啊，完完整整吓，嗱、啊、见唔见到啊各位观众？啊，完全冇问题吓、啊。呢、這个单位就74方，卖价钱咧40多万到嘅啫吓，海景、山景嗱咁、啊、样。系各位观众大家好 ，Andy 啊，咁就啲粉丝叫我拍下呢个风球过后。吓、啊，睇下啲又话几大几大啲风系嘛，咁啊睇一睇咧啲树有冇冧啊，同埋咧嗰啲玻璃啊有冇碎啊咁样系嘛，嗱好多啲玻璃都封咗窗，冇乜事啊，系嘛？啊，风雨过后又系彩虹日，系嘛？树都冇冧添，咩事都冇。依家唔落雨啦，琴晚忘记收衫，衫都仲喺度。冇事啊，露台又亦都冇咩事啊，吓咩事都冇。嗱，好多封个窗啊，系嘛？啲封个窗嘅都冇事啊，系嘛？嗱，一线海景啲封窗。琴晚落雨咧，啲风确实几大嘅，但系 OK 啊，啲树都冇冧，一棵冇冧。我呢度就长沙湾咯，呢度20几楼。冇乜事啊！咁啊，依度依间咧就系、是、一线海景，啲玻璃封个窗嘅，啊都冇事啊，系嘛嘛，冇块烂啊，或者点样吓？我转头落去下边睇下附近啲屋苑啊，新造，因为咧涉及到嗰个碧桂园爆雷之后，又话会唔会偷工减料？咁大嘅风球过嚟，偷工减料。啊，斷到正就好難講得清噶啦，係嘛 ？OK， 我攞一攞面俾大家嚇。係落嚟長沙灣呢個屋苑呢度嚇，最大風就係琴晚嘅10点到11点咯，16级好似係話。哇！真係長沙灣呢度都屋苑啲綠植啊都好多啊嚇，冇乜事啊，連啲撐住啲擔桿都未跌，又未爛。啱唔啱？嗱，啲樹都唔係大條啊，啲樹好似都唔係好大風浪啫，呢邊都嚇啲玻璃招牌冇乜事啊，係嘛？啊，尤其啲頭牌啲啊，有窗嘅啊，封個窗頭牌啲，有事嘅話就咩噶啦，係嘛？冇事嚇、啊，安全嚇、啊，安全嚇、啊，各位放心嚇、啊。嗱咁啊～帮各位睇翻啲台风之后第一现场，冇咩事啲现场吓 ，OK。咁啊，今日天气好凉爽吓，哇，好多啲蜻蜓飞嚟飞去吓，心情好靓吓。OK 啊，呢度长沙湾啊，诶、啊、嗰个内园啦，啊内园啦，咁啊啲风个窗咧，同埋啲玻璃啊，嗱啲树都好幼。都冇過話吹落嚟啊，或者折斷啲樹枝嗰啲啊，話好啊，冇乜事係嘛？咁我轉頭會兜下沙洞啊、26洞啊啲屋苑啊，睇下因為又話碧桂園爆煲，睇下啲材質啊、質量啊會唔會又嚇，即係偷工減料啊，使一錢少又買啲嘢又咁渣咁樣。轉頭會上去影一影嚇，呢個一棟嘅嚇，呢個一棟呢封個窗玻璃都冇咩事啊，我睇過都冇咩事啊，呢封個玻璃就嚇都冇咩事，啲各方面都風平浪靜依家嚇。好，我轉頭上去嗰個26棟啊、30棟啊或者28棟啊啲平台睇睇啲綠植啊或者建材啊會唔會比較差嚇 ？OK。嚟维港湾呢度楼下睇睇大唔大阵仗先，冇事啊！呢啲一线海景嘅装咗窗完全都冇事吓、
完完整整嚇，嗱，見唔見到啊，各位觀眾？啊，完全冇問題嚇，啊，完全冇，呢個仲打開打咗槍先，打咗槍出嚟。咁啊，睇下啲沙灘，最靠海，嚟呢啲細樹仔冇問題，因為最勁嗰陣時應該都係晚黑十點到十一點嗰陣時咯。咁就係咯，依家就話應該琴晚啲海浪扯上呢度嚟嗱，好大浪潮啊！琴晚都誒嗰度有冇魚啊？轉頭睇睇先嗱啊！啲樹咁細棵都未冧下吧？冇乜事啊！應該香港啊、澳門嗰邊就咩咯，大風浪啲，其他就即係呢邊又冇乜事嘅嚇。啲沙灘都冇乜事啊，啲樹都未冧，呢啲帳篷扯起啫，未整到咩嚇。OK， 嗱 ，OK 嚇，咁啊上到去再拍一拍嗰啲三廿零四十萬啲樓嚇，又平，睇會睇下會唔會有好差質量啊？啲樹又鏟起啊，係嘛？或者係啲門窗又冧啊，或啲咩啦？我想影一影來源俾個觀眾嚇 ，OK？ 好嚇人嚇，呢個圍欄呢度都射咗落嚟。可能即係嗰一次颱風真係好勁，好犀利嚇，係未吹到依邊嚟啦。最勁都係晚黑十點鐘到啦，所以話 OK 啦，係嘛？而家都。暫時未發現到話啲樹冧啊，或者係邊個設施係咯有問題咁樣咯。呢個就係大門口入嚟嘅呢個位置度啦。啊，啲樹完全冇問題啦。轉頭我會上去嗰個高樓層嗰度俾大家睇睇啊，睇下有冇啲質量問題或者係點咯。嚟到26棟呢個平台呢度嚇，綠植都算多啊！有個打籃球地方先呢度，下次試一試。啲綠植都冇乜問題嚇，都冇問題啊。不過啱沿路嚟咧，可能有啲啱種上去樹啊，可能都冧咗一兩棵都有，因為風確實有啲大嚇。你話香港都澳門啊，都咁大風球咁大影響嘅話，呢邊冇嘅話就唔係好符合邏輯嘅，少少嚇都有幾棵樹冧咗啊。OK， 咁我上到去上邊睇下有冇啲高樓層嘅，睇睇有冇啲嚇受問題嘅。咁樣全景影一影俾大家睇睇嚇。呢度咧就幼兒園呢度。好似見呢度咧又冧咗一兩棵樹，都搞唔明。咁啊，其他地方咁啊咁細嘅樹又未冧，呢兩棵啊咁大嘅樹又冧咗，係吧？啱唔啱？應該係啱種唔係好耐係吧？或者係咩咯？就其他冇乜事嘅，成個內園都冇乜事。係啊，好，繼續尋找我哋。風球來咗之後，邊個地方嚇、受損咗嚇？睇睇，係繼續嚟到呢個33號樓、32號樓、31、30號樓呢個平台嚇、都冇咩大問題呵，有啲樹歪咗啫，好正常嚇、風球真係有啲大嚇咁啊！嗱、啲門窗啊，各方面一樓啲都冇咩。破損跡象係嘛咁都係咪嘛？再行前睇睇先，呢啲樓就叫做係早期少少啊，好似30棟嘅話就係、六月份嗰陣時交，5月30號嗰陣時交樓嘅咯，31棟未交，嗰陣時5000零蚊買嘅，4000零蚊都有。咁啊，如果係講質量差啲，應該係呢啲差啲啊，好似都冇咩事啊，係嘛？嗱，啲綠植嘅話，亦都冇話
好大嚴重摧毀啊，冇咩啊，係嘛？呢個係37、38度，睇睇下。OK， 哇，補足個現場，冧咗一棵樹啊，係啊，冧咗一棵樹。咁啊，有啲生命力強啲啊，根打啲根基打深啲啦，嚇、啊。哇！好啊，哎，呢個養個白鴿喎，好正喎！呢個一樓，哇！呢個正啊，係嘛？各位觀眾，養個白鴿，啊，呢個寵物喎，即係呢啲一樓正啊，係嘛？可以啊，其他冇咩事啊，係嘛？嗱，其他冇咩事 ，OK。呢個係31棟啊！你屋企嘅平台下邊嚇，好咁我啊再睇睇嗰個28、29、27呢個平台又有啲咩情況發現俾各位觀眾睇睇。OK， 好啦，依家嚟到呢個27、28、29呢個平台嚇，咁都冇嘢啊，係嘛？啊！呢啲就诶，呢家开咗个门喎，吓、这个几好啊！一楼之前我哋都影过咁啊，呢啲系接近40万到嘅搞掂吓。咁又见到咧，都有啲封咗窗嘅，呢啲质量应该都 OK 啦，哇！呢家停咗风球，打开个窗，呢啲嗰阵时得价好平啊，啲。40万出头都得，好似依间好似依间仲未买吓，呢、这个04仲未买，好似40万度吓，啲2、3楼再入嚟睇睇先。呢、这个睇住呢个，我哋依家睇住呢个28栋呢、这个楼下呢个绿植啦，都冇咩事啊，好似都。咁啊，系呢家阿黄太，你屋企嘅楼冇事吓？啲玻璃啊，啲窗啊，好坚固吓。咁啊，即系吓，睇翻即系啲网上好多啲话，啲质量唔系好差。咁大风球要冧都冧噶啦，系嘛？唔冧应该都冇咩事候啊。咁啊系啦，吓呢个系29栋吓，系 OK。咁我上到去呢度高层吓，俾大家睇一睇啦，即系高层啲门窗会唔会啊唔坚固啊，或者点样？因为依家喺度装修紧嘅吓。咁啊，同样嘅话咧，呢度系28栋吓，我上去28栋啦。呢个单位07呢啲单位俾大家睇睇，因为个景观望比较远啲吓。OK， 好啦，各位观众，咁就上嚟呢个28栋。3307呢个景观吓，啊睇翻，哇啲玻璃稳阵吓，都稳阵吓 ，OK 冇问题，撇咗少少水入嚟啫，露台正常啦，系嘛？呢、这个单位就74方，卖价钱咧40万到嘅啫吓，海景山景嗱咁样睇住呢啲两房单位74方。咁啊，睇翻其他屋嗰啲窗掂唔掂先？哇！呢间屋 OK 啊，冇乜问题嘅，有问题都成部窗都冧落去啦，系嘛 ？OK 啊，厕所系厕所，咁啊，睇翻呢个窗先。冇乜問題啊！啲樹都冇點冧啊，睇唔到，好堅挺啊 ！OK， 咁啊，依、这個就係74方啲單位啦。咁啊，可以睇到，亦都冇乜問題嘅。啲質量又話偷工減料，啲起都起好咗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有問題，啲玻璃都冧噶啦。啲玻璃睇下邊塊冧。冇事啊，咁啊，爆煲还爆煲，施工还施工，又唔系个个都爆煲，
佢個別地方可能唔掂啫，係嘛？唔緊要，最緊要今日拍攝翻呢個風球，有冇把大家買嘅樓吹冧？唔存在嗰啲咁樣，係嘛？啲山嘅樹都未冧啦，係嘛 ？OK， 咁啊，今日呢一輯咧就風球啊，對大家呢個碧桂園影響冇咩事。咁啊，價錢平嘅，亦都冇事嚇，就分享到呢度啊。OK， 拜拜。普通落雨啫，又唔係好大風嘅，唔驚。普通落雨，暴風雨前嚟啫。而家風又唔係好大。陣間颱風啊，唔知啊。做好防護。